是佩岑，欢迎收看《小宝贝大世界》。每次我使用电脑超过30分钟，阿嬷都会叫我休息10分钟，并且多看看窗外的绿色植物。为什么看绿色植物能舒缓眼睛疲劳呢？现代人一天到晚盯着3C 产品，眼睛容易疲劳干涩。坊间有传言，看看绿色植物能够达到眼睛保健的功效。事实上，并不是绿色植物本身对眼睛有好处，而是要远眺大自然的景物，向远处对焦这样的动作，可以使睫状肌松弛，让紧张的睫状肌得到休息。医界建议使用3C 产品，每3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，这才是眼睛保健的最好方式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要消除眼睛疲劳，不是看绿色或绿色植物就好，还要多看远方，这样才能真正让眼睛放松哦。小宝贝，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